今天来到了化州，太阳很大，但是心情很激动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那个抬头虎已经搞好了。就是我不是有台路虎嘛，那个颜色是白色的，很容易脏。我换了一个很骚的颜色，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，改得怎么样？当听的一切像泡影，原来听风的路总会眠。这晚上，这刻的老师感情，啊，我在盼望能让你知我干道，嘛？风里放能学干嘛？一来他就叫，那么久不见了，一来他就一来他就叫，改车什么，整车还得骑过啊什么。准备回佛山了，结果这次搞得真的让我眼前一亮，太美，太好看了，而且还有点骚啊，不亮。